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在想，等这次使节任务结束，我还是应该回京城去。好啊，我一直都觉得，比起带兵，你更适合做学问。说出来可能你不信，其实我没那么喜欢做学问。啊？那你从小就念叨着要金榜题名。我金榜题名，那是为了做天下名士，天子近臣。那有什么好啊？当然好了，有声名作保，有天子背书。我要是看上谁家的姑娘，我就直接娶了她，就算她的父母再纠缠，她也不敢拒绝。十年寒窗，悬梁刺股，就为了娶个姑娘？是啊，不行吗？行行，那你赶紧回京城，继续为娶姑娘努力奋斗吧。我改变主意了。怎么了？以前我总是死读书，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。你总说我有济世救才，有没有我不知道，可是总得先入世吧。再说了，我这么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，不知道有多抢手，这么急着娶姑娘做什么？这个给你。柿饼，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，还随身带这些零食？我爱吃。行行。嗯，真甜。